过来整个这个是300米嘛，大概是，这中间这里是15米，这个位置要确定出来。对，这个位置确定出来。这个位置定多多单风眼，是，但那个没有问题。这个位置定做那个眼睛，他做的那个啊。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定多。这里你看，这个直径20米是40米嘛，40米到这里是15米嘛，是吧？15米加这个15米嘛。你鬼湖边上走5公里，到鬼湖边上，再下来鬼湖边上走5公里，然后在你这边右边开始，左边开始。反正这个上面，这个湖也看得到，这个也看得到，当然人不济也看得到。对，那就好。我在这。不太斜，这个地方是最不斜的，把这个石头挪开就。等那个小魏过来。看，让他看看他的车能不能下去。能不能拍到我？这里其实还好，我觉得邓伟，我们上去溜一眼就可以了。你看这边，那个眼睛反过来看这边的一座雪山，这个云去掉以后，也会非常棒。这个位置是最好的，你看这里下来有没有困难？没有。这个背景好，好，要上山看一下。好，在这抽烟，好吧？这个港波西风多好看，有点小激动吧？这个，我上去吧。如果是两幅之间的话，这个位置更好，是吧？是吧？两幅之间的，两幅之间还得往那边走。走吧。所以说这个要把它搬到那里去就好。我觉得你这个位置比刚才那个位置呢，我看到这边。就这样吧，眼睛中间在这里，一部分就往那边斜，一部分就往这边搭。这边的坡度会大一点点，这边小一点点。像这个眼睛橘子是隔着一堆，两边打过去，不晓得他们火车上得来不？这里是300米，300米，哦，这样对，那就对了。嗯。就是这样。对。完美。好美。看地图的好看。对。Thank you.
在卸在这个扣。不，来几个人，告诉你怎么动。别，走，那就打开，把这个绳子拿出来，穿过去，只要打开一边。刀，钉锤。盯紧，盯紧一点，是吧？就这样，啊，两边一样，啊，拉平一点点。刚才那个绳子，去拿绳子和钉，跟那个钉子。就是没有美术馆可以做到这个效果，在这种场地下做出这样的效果。暴晒，深藏不露的灵魂。先从这个眼角开始，从那个眼角，从中间到15米，再来调整那条弧线。啊，开始。往那边去一点点，对，往那边一点点。对，是的。我们往那边再拉一点。第二个连了，过来的，这个还得，阿强，
让他们航拍。